你要稍微站着点啊，来，稍微动着点料。你稍微弄了一点点，就是它热线器拉不动了，你就弄点，不要太。对，就这样。你感觉热线器拉不动了，你就动一点，它还要适当的保持一点点。哎呦，那个松了。不是，这个力挺大的，挺紧的。这个卡头做的太……它要松一点是吧？你感觉就这样子挂在这里？我们要看它收的效果看怎么样。就是目前看下来还是挺……还行。嗯。它这样子应该压压的那种也要好一点吧？就是材料被压的那种也好一点。重点是这段，这个力现在比较大，稍微有点点大。假如说这边要松的话，它可能会效果更好，后面的压缩性会很大一点。你觉得它那个卡簧放再放一毫米，还是放多少出来？那个导杆呢？再宽一个一毫米，还是一毫米大不大？一边0.5也还好。还要再宽啊！而且这个地方有个小轮子，能让它转起来更好。这个地方摩擦力很大的。对，就是对，就是一个那个尼龙的那种这样子。金属的，尼龙做的太粗糙了。金属的。嗯。它那个里面你看绕的粗粗的，它就是。嗯。那里面那个里面就是最不平的那一段，所以你应该是到这里。照这样来看，其实它越大的话效果会越好一点，越好一点。它这个小卷的效果比我想象中要好。嗯。太大了，刚才太大了，难受的。到时候把这个视频发给他们。嗯。那我们到时候还做不做反流弹簧啊？这样行的话，我觉得就不要做。直接都往上吊啊？嗯，老唐做个标准的工装嘛，标准的东西嘛，你不能让我用这样胶带去绑，对吧？对，我就说就把它吊在那里弄。对对。它的其他的那个呢？这是这个规格的，就是其他有的小规格，可能就像你说的。小规格嘛，要考虑小规格嘛，不要考虑那么多，我觉得。我问他通常是什么宽度吧。因为小规格这样吊起来，可能就像你说的，可能间隙各方面。我觉得你就不要问，不要问发过去，到时候结构不行，这是咋的呀？啊，这个样品我给他做的，他满意就行了。你看一下这块的。他没给你主动提，你就不要主动问。我到时候他说你这个宽度他不可能会一种嘛，你像垫片他们都会问垫片是不是可以做很多种呢，我说啊，有分切的宽度，这边呢已经大了。内卷应该比内卷效果好，你看内卷，嗯，内卷，
是吧？左边这一卷可能要好看一点。那个里面我记得没有那么丑啊，我们现在一放，你看成那个样子。是的，是的，因为可能也跟我们刚刚挡满有松也有关系吧。嗯。你刚刚看恢复还恢复的好吧？恢复的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哎，但是才松下来，看到有扭的、压的感觉，但恢复的是挺可以的。它、啊、这个材料日中的，好像是比较贵一点。人家东西做得好就是好啊。哇塞，客户说我们把东西寄给他，他拆下来看，要是我们像拆完了像那样子，不是很糟糕了，是不是啊？像那个小卷，它绕子还挺规整的呀，就是压的这个避免不了的。就是我们刚刚放的时候感觉很面很不平，现在还平一点。嗯。刚刚长度是多少来着？好像120几米还是多少米啊？宝贝，你刚刚有看长度吗？我好像有看的。宝贝，刚刚你有看长度吗？好像120几米还是什么？我怎么一下子不记得？没注意啊。我有注意一下的，但是我不记得了。我发现这个记忆力真的是，这边会不会要出来了？不会的，绕不了过去，都绕不过去了。没有那么多材料，没关系，拍照。嗯。别放，你别按。啊。行。他在那里。碰手，碰手，碰手。我按了啊。